想从新加坡到云顶游玩的话，可以搭乘云顶在新加坡的专线巴士星运旅游豪华头等巴士，这样一来您可以直接到达云顶的高原酒店，非常方便哦。几种方式之外，云顶世界还设有区域性巴士站，方便新加坡的旅客在等待的同时也能享用美食。由新加坡直通云顶的巴士有几家可供选择，分别是星运旅游、五星旅游、707旅行社、草原旅运以及贵宾旅运。